本期节目，很多人都很了解吴亦凡了吧？现如今人气非常的高，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欢迎。不仅是因为他有实力，最重要的就是他长得非常帅气。不过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，吴亦凡在被采访的时候居然自曝小的时候被妈妈说丑。当听到这样的言论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十分惊讶的，因为对于吴亦凡的颜值，很多人都是比较的认可的。从刚开始出道的时候，不少人都称其为斯麦男。那他的妈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网友在看到之前他小的时候的照片的时候才恍然大悟，都纷纷表示妈妈的话真的是不行不行。原来吴亦凡小的时候因为还完全没有长开，皮肤有点黑，有一点瘦，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别。不过还是可以一眼就看出来，这就是吴亦凡小时候，并且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阳光的。尤其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吴亦凡会化妆打扮了，变得越来越帅气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吸引了很多的粉丝。虽然这些年吴亦凡的造型非常多样化，不论是什么样奇特的衣服都被他穿得非常有味道，这让很多人都非常羡慕。不过相貌是父母遗传的，我们即使羡慕除了整容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对此诸位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在下方。